你知道吗？外界总以为啊，律师就是一群理性思考、逻辑至上的人，但事实上，律师私底下也有有趣的小迷信哦。其中一个最让人不太舒服的迷信，就是律师袍不能洗啊。原因是有人认为，律师袍泛黄的痕迹就是律师功力的累积，一旦清洗法袍，就会把累积多年的功力洗掉。因此，很多律师的法袍是从没有洗过的哦，很震惊吧？但是都说是迷信了，信不信就看个人选择啦。我自己是觉得啊，有的食物适合久煮慢炖，但还是要新鲜才好吃啊。就像卤红烧肉的时候，一定要先将肉块慢慢煸炒，再加上糖、酱油、米酒，细火慢炖，火候足了，红烧肉的香气自然漫溢。这样炖煮出来的肉油亮软 Q， 超级好吃的啦。不过呢，只要加热两次，再好吃的肉也失去了原本的口感跟香味，就没那么吸引人了，不是吗？说到这里，好像该去洗律师袍了。